边那里也要用到。大家好，我们是卷天下苏式窑烤披萨，今年来这边发云南披萨已经是第五年了。我们就是因为感到马祖对我们的慈悲，对我们发愿，每一年都会来发云南披萨给这些香灯脚，然后来吃平安，然后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今年的志工将近30位，大家都很发心，然后最想要跟马祖讲的就是希望妈祖可以保佑我们身边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信徒都平安健康，谢谢。那请问一下，你们披萨是荤食还是素食的？我们披萨是素食的。为什么想要就是做素食的？因为我本身有做素食，做了将近4年多。对，然后因为就是很多香灯脚他们出门的时候都吃素食，所以我们才想说这样子让大家都更方便，所以我们就推广来做素食的。那你们今年结缘几份？今年结缘总共4600份，去的时候发，去的时候发2800份，回暖的时候发1800份。我们这个炉子来烤披萨，就是一般我们烤一片披萨只要3分钟，然后我们就是来做一个结缘，然后我们的炉子是环保节能减碳的。然后希望就是马祖可以保佑我们大家都能平安健康，也希望我们卷天下的生意能步步高升，人都可以平安健康，谢谢。